近日，黄晓明所在剧组晒出一则拍摄幕后花絮，画面中的黄晓明依然吃着减肥餐，饭盒里只有蔬菜和水果，画面中的黄晓明已经十分瘦了，脸颊甚至都有些凹陷。就在日前，黄晓明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晒出老板吃减肥餐的视频。43岁的黄晓明当天造型精致，发型精心打理过，但满脸胡茬未刮，相比之前他又瘦了很多，脸颊都瘦到凹陷进去了。据悉，黄晓明最近一直在减肥，严格控制体重，他当天吃的炸酱面里几乎全部都是蔬菜，面条只有一点点。黄晓明看到后无奈地说，这顿饭的量也太少了，完全不够吃，等他把一整碗菜都吃完也没吃饱。旁边的助理递给他一瓶蔬菜汁，让他垫垫肚子，黄晓明则露出一脸无奈的表情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调侃，减肥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困难，而且黄晓明的减肥餐看上去是专人定制的，色香味俱全，味道应该比一般的减肥餐要好很多。不过也有人觉得黄晓明瘦得过头了，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大叔样，还是胖点好看。